四月八日，王源微博发文看重点，并晒出自己的台本，调侃自己是第一铁汉。在王源新剧《大主宰》当中，王源调皮自称北临镜第一铁汉。这部戏是王源首次个人担当主演，且《大主宰》也是一部热门 IP 剧，粉丝纷纷表示期待。说真的，牧尘的角色与王源很相符，铁汉怎么没有自拍？电视剧《大主宰》由天蚕土豆的同名玄幻小说改编，讲述的是资质卓越的少年牧尘在救母路上收获友情与懵懂爱情，最后逐渐变强，成长为震撼大陆、为善除恶的大英雄的故事。王源此次在电视剧《大主宰》中首挑大梁出演男一号，也是首位担任大男主的00后小生。牧尘充满热血，秉持着属于这个年岁应有的热血和天真，却也有着异于常人的智慧和担当。作为一个表面不在乎一切的少年，牧尘内心爱恨分明，格局宽广，影响着身边一起同行的人。据悉，《大主宰》将于今年3月开机，并预计于2019年台网联播。